在旷野漫长的路途，天天都有预备的食物，我的家乡支持并满足。当我没成与主，有何的结局？他是我们独一真实的玛纳，像雨从天为我们降下，荆棘是灵和生命的花，将这火灵具体来释放，新的开始，新的早晨，我灵复苏，我心炙热，全是恩典，全是怜悯，生命的供应，深深的永分，我们享受它的美善完全，都要成为永远的纪念，如此享受。